哎呀，我们就驻车在这个湖边，风景无敌的好啊！看看来了一个车友，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车友自改的房车啊，连车带改装，花了40000块钱，40000块钱就可以出来玩的这么一辆，房车应该算床车啊，因为没有卫生间，它要有个卫生间就算房车了，40000块钱，啊，这个算全顺还是算特顺？全顺，老款全顺是吧？哦。还是看着好像比我那个长似的。对，我就说跟你怎么感觉长不少呢？我看看，你看，可啊，感觉好像比我那个长。你5.4米，跟你那差几公分？5.34米，哦，5.34米，七公分。你是算上自行车长度了吧？啥呀？你看我这电。哇，这自己改的，哎呦我去，有电呢！哇，静电。哇，你自己装的小爬梯，那得厉害呗。看我这放自行车，这改的都是自己做的啊。对，就一根铁棍，我一分钱不花，但是做出来真方便，搬一下啊。它上面你看，它放两个，对，哎，螺丝钉，特牢，结不结实？哎，这可以啊。又高区又低啊，这儿有把大伞，大伞把自行车上来，这儿一插大伞，3米。开这俩门碍事不？这个东西。哦。啥？开门还能开不啊？不是，我说开门的时候，这个碍不碍事？这个？那个很简单的啊，它是活的。哦，就是紧上，别掉了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这个是全顺，老款全顺啊。哎，这老款全顺也挺好看的啊，方正一些啊。不是，你这个车的宽度在这儿，啊。它这是一款老款全顺改的床车，都是自己改的，它是。弄了个防蚊纱网，哎，还是金属网的，自己粘上的。这个老师傅动手能力是真强啊！里面能睡几个人呢？就两个人，睡两个人啊？出来3个人带小孩，晚上我那后靠背一往下塞，扒一张大床就。能开开给咱看一下吧，来学习学习。驾驶室也能当张床吗？我？不用不用，那儿啊，也可以。就那个哦，哎呦我去，它挺宽敞，哎呀，你还掉顶了呢，哎呦我去，要不我这保温好，你上去感觉我这保温哦，可以，它这里面是不热，保温可以，对，后面是张大床呗啊，对，把这个后面的靠背拿过来，往这边一放啊，冰箱一拽，那边一搭，又是一张双人床哈、啊，哎呦，你这个也是自己弄的，这个不锈钢的做好，对，哦、这个做好我自己。纯不锈钢的，纯不锈钢设计的，对，这前面还有一个小柜子哈，对，可以，这布局可以，采暖，嗯，这个动啊，这是那逆变器啊，抽逆变一体机啊，哎，这玩的多年那些老，刚玩那些不行的都折腾的淘汰了，是的，淘汰了好几遍了都，但这个卫生间洗澡不行哈，就是没洗澡啊，没弄洗澡啊，对，其实也可以弄一下。洗澡就拿那个帐篷吧，哎，帐篷就行，帐篷可以淋浴，可以，挺好。他车好像高度跟我那个差不多呀，差总高多高？2.2米就过去了。哦，那是我那得2.4米，我2.2米就能过。哦，留这个好，材料对，虽然全景都挺好，防抖好，脚脚让你了。嗯，这坐不去，不是啊，我这从南到北走了。好几年没人管，没人管，是不是？要不他教教他，可就2次罚了我100，1次100，1次50。你这个前面是三座，6座车，标准是6座是吧？我把那个座给拆了，拆了啊，改成这组都座了，那个又顶座又顶床。哦，可以。实际这玩意儿不需要太复杂，越简单越是的，实用。它这是挺宽敞的，别说实用，它车里不窄，非常宽敞。啊，他这个 B 型车弄的就是因为他挺舒服，他这个不弄卫生间了嘛，所以他的空间这里啊，没有卫生间，非常宽敞，哎，就大一些。妈，你看我们这个车友的车，真是2万块钱买的车，2万块钱改装，40000块钱妥妥的，2.8T 后驱，哇，这车玩的开心。嗯，2.8T 后驱这个玩意儿就是无敌了，这是柴油的，谁要柴油你也得知道。看我后面这做饭的，嗯，那这地方可大了，哦，后置厨房做完啊，这个还有个纱窗啊，全封闭的，对，妈，你这动手能力真强，
这个真是，这个他这个就跟我想象的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嗯，我这大水箱跟你那差不多，住这儿一个礼拜不动，可以，水电不缺，可以。这个是啥？高手在民间呢。我的想象也是这里，哎，你看这里做饭啊，这种是置物床下面，这放了个煤气罐，煤气罐、柴火炉。啊，你这还一边做饭前插伞。对，这儿有个大伞，下雨了干啥？我有一把三米的大伞。哦，大伞从这个眼儿一插，这儿一拧，跟好几用的这个眼儿。哦，你我去，他这个设计的，你看，这个地方呢，平常是放那个自行车的啊，哎，插自行车的，一插就自行车。哎，拿下来，拿下来呢，放这儿放就是。对，然后把这个放开了之后呢，太阳伞啊，那一个大的圆形太阳伞一插。长条的三，嗯，所以这个设计真不错。这是哪一年呢？一一年的车是吧？一年的。哦，排放应该是国四吧？国几？国三？国四啊？还可以，国四。这车真不错。那这个车呢，带大家参观完了啊，确实性价比挺高的啊。很多动手能力强的小伙伴呢，那不妨呢也考虑一下。但是呢，这里岛主还是友情这个提醒大家啊，因为这种车呢，你要改装呢，就是说，毕竟涉及到这个法规啊一些限制啊，如因为他这个车也是被交警也是抓到过，可能也是，罚一些款啊，可能也做了一些罚款的处罚。但是如果要是真的出事故的时候呢，假设这个保险公司啊，可能还是会可能打麻烦一些。啊，它可能还涉及到这个非法改装的东西，但是毕竟这个车便宜嘛，20000块钱的底盘，20000块钱的改装啊，就可以带着家人这个全国旅行了，啊，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一个性价比高的一个床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